叔，哎，马上对鱼。哎呦，大伙，这鱼漂亮。老板，这鱼怎么卖？这么贵啊？最近天气不好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哎呀，你光标看多了吧你？就这个价，你爱要不要？哎，买鱼的真惹不起。哎，什么情况这个？哎呀，哎，这样没事。刚好我想吃鱼了。这条鱼我买单，你帮我加工。慢着慢着，格吉，走，格吉。哎，可以。哇，这个跟小猪一样的，你看。哎嘿。哇，师傅，这鱼做得太漂亮了。哥，菜都快凉了，人怎么还没来？哎呀，张总，不好意思，开了个会。老总，不晚不晚，您能来，我这蓬荜生辉啊。这么多兄弟，来，加位子，加位子。哎呦，咱这个项目就在地下了。哎呀，张总，这咱们又喝的有点多啊，这个项目咱们改天再约，好吧？啊，咱们先走。告诉你说，明天我还想吃鱼。